是沈月，因为工作的关系呢，我几乎每天都需要化妆，所以为了保险起见，我都会用一款带有二次卸妆功能的洗面奶，就是这个 WIS 碳酸洁面泡沫。这种泡沫型的洗面奶真的非常的方便，挤出来就像一团棉花糖一样，香香软软的。请大家注意我的手法，一边打圈圈按摩，一边向上提拉。因为这个泡沫真的非常的细小，所以它能把皮肤里面残留了很久的化妆品都能清理出来。我有一次把痘痘给挤破了，用它洗脸也没有刺激感，因为丰富的泡沫里边含有氨基酸活性剂，是很温和的一种成分。洗完脸之后呢，明显的感觉到脸上的毛孔变得特别的干净，并且皮肤又开始重新呼吸了起来。